弟妹，我去把原内气的红砍回来哟，再长就会老掉了。好啊，那嫂子，我跟你一起去哦。你外面冷，你就在家里，家里暖和。没事的，我不冷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啊。嫂子，你们要出去啊？是啊，你有什么事啊？哎，商量姐，我们不是约好了要去逛街的吗？小丽，我现在要给我嫂子到园里去砍菜，要不我们明天再去了。那怎么行呢？今天我正好休息，再说我明天还要上班呢。弟妹，要不你就跟小丽去吧，差我一个人去砍就可以了。那好吧，嫂子，那我们去哦。好啊，走吧。那么快干嘛呀？你等等我。你走快一点了，我回去还要去做事的。双向姐，你嫂子怎么是这种人呢？园里一点菜还要弄你一起去弄，真见不得你休息一下。不是的，小李，是我主动要和嫂子一起去的。我在家里闲着也闲着，能帮一点是一点。以前你没回来的时候，家里的事他还不是一个人都做完了。现在你回来了，什么事都指望你做，真没想到他是那种人哦。你在这里叽叽呱呱说什么呢？我回来我不要值班了。我嫂子是什么人我不知道吧？还轮得到你在这里说三道四啊？怎么是这种人呢？真是高阳吕洞宾不是好人心。嫂子，你全部把小地方搞回来了。是啊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时间不早了，你去做饭吧，我来洗。好吧。嫂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得罪了小丽啊？怎么了？没有啊，平时我们见面还客客气气的呢。还怎么了？他在你背后说你坏话了。弟妹，没事的，我们也就是普通人，避免不了谁人背后无人说。他要说就让他说去吧。知道了。是啊，老婆，我们做自己就可以了。